2013演唱会青岛站的演出在网上刚开始售票啊，就创下了300万人同时在线69秒票就被抢购一空的记录。这样一个一票难求的演唱会，李宇春会展现怎样不一般的表演呢？咱们去现场感受一下。我想听一听，今天你们带来了多少的能量？开场，李宇春一袭哥特风格的黑衣披风亮相，酷劲十足。稍后换上高筒皮靴，驾驶重机车再度登场，引得歌迷尖叫声连连。